再笑一下。好，来。有个问题还是不明白，做教练的人那么少，您做的够大家用吗？那岂不要失传了？哎，爷爷，只要还有人用，我就会继续做下去。我们老大说，难得挖到这么好的题材，一定要好好做。哦，对了。有一封您的信，有人看到上期的，托我们转交给您的。啊，走了，好，拜拜。奶奶，哎，回来了。对，来喝点茶啊。好，奶奶，我今天去唐人街拍了几张照片，你看一下。哦，是吗？奶奶，奶奶。消息，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从未想过昔年匆匆一别，便远隔山水，重阳难度。每到夜静更深，记忆中的那个少年便和着彩色的风车，清甜的桂圆，及他手心的温暖，潜入我的梦里，令我的异乡不再清冷。要不说吃完了分开换。那好，明天。
先生您好，请慢用。谢谢。我不去。时局乱，由不得你。孙儿问我，为什么认定了这灯是你画的？我给他讲了我们的相识、相知、相别、相握，从用灯的妙语开始辗转就宿，还要来了一个地址，是唯一的希望。迷离有味。
随而去。我愿逆流而上，依偎在他身旁，无奈却又心叹，道路又远又长。诉说我心里对你的思念。